哦，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好大叔为您带来的 DOTA 直播比赛解说。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 CD 联赛4.0的比赛。那么，对战的双方呢是 Newbee 对战 VG，这个是此次 CD 4.0中国赛区预选赛的总决赛 BO5 的第二场。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视频的一个情况啊。视频情况是这样，败者组决赛，这个老飞扬对战 Newbee 的比赛呢，我录了三场都录了，但是呢，由于当时的这个身体状态不太好，精神状态很差，所以呢，没有给大家去上传。而且说实话，那三场比赛的观赏性比较一般。然后在那三场比赛这个直播结束以后呢，我的这个转发服务器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国内的那个斗鱼平台那边，因为我这个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下角挂了一个这个支付宝账号，结果就把我的这个直播间呢就给封停了。然后在国外这边直播间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个这个信号不稳定的情况，所以当时也是折腾了半天这个事情，导致咱们的这个第一场比赛啊，导致这个 Newbee 对战 VG 的第一场比赛呢，没有能够给大家去做出来。第一场比赛简述一下吧，给大家简单的去说一下。第一场比赛其实剧情不是特别的复杂，可以说就是 Newbee 这边利用自己的一个就是正常的发挥啊，击败了 VG 这边的一个比较不正常的一个发挥，尤其是这个狙击者的 Sven 还有 Mogi 的敌法师这两个点相比，在这个团战当中所起到的这个效果，完全是可以说是差距比较大，也是导致了最终这个比赛的一个失利。那么 OK，我们来进入到双方的这个第二场比赛当中来啊，这样的话相当于 Newbee 第一场比赛是获胜了。那么我去改一下这两支战队的一个分数啊。我自己最近也是在做这个战队积分的一个统计，然后用积分来去换算他们，来计算他们的胜率。多少现在还算是，多少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效果吧，应该说。感觉还是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要稍微科学一些。第二场的输赢呢？目前来看，第二场的这个输赢，目前来看也效果也不太好。那么进比赛啊，进比赛，咱们来认认真真的给大家去解说这个第二场。第二场到第四、第五，第二场到结束啊，这一轮比赛我争取会给大家去做出来，好吧？若你用 Twitch 或 YouTube，你会增加外国人观看。在东南亚，我们经常用，或 Liquid Dota，你可以在那儿增加你的收看率。好的，好的，我到时候去看一下你说的这两个地方。Liquid Dota 我倒是知道，另外一个我没见过，我去看一下试试看啊。为什么 BP 界面现在左边有头像？因为这个模式是 CD 模式，不是这个CW 模式啊，不是队长模式，它是一个队长征召模式。那么又类似于 RD 模式。那么 Newbee 这场比赛的前三手 ban 掉的是 Tinker、酒仙和船长，VG ban 掉的则是冰龙、夜魔和这个发条啊。咱们比赛的解说过程当中呢，大家这个弹幕自由发挥啊，这个大家聊天室大家自由发挥。我先好好给大家说比赛，然后偶尔呢有空切出来去看一下弹幕，好吧？VG 前两手拿出的飞机加狮王，Newbee 一手拿了一个蝙蝠。这个比赛的扳选顺序呢也跟这个队长模式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前三手连续扳，然后相当于它的这个选人顺序就跟咱们自己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的顺序是一样的，是采取一个幺二二二二幺的这么一个顺序，也就是先拿一个人，然后对面拿两个，然后自己拿两个，对面再拿两个，然后呢自己再去拿人，是这样的一个顺序，自己再拿两个，对面拿一个，是采取这样的一个顺序。VG 这场比赛又是拿出了，其实飞机这个英雄讲道理的说，在最近的比赛当中胜率还是一般，只能说。那 Newbee 在第三手是拿出来了一个赏金猎人。比赛第三手拿出的是一个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加拉比克加蝙蝠，这个阵容输出有点不太够。VG 在第三手拿出白牛，白牛加直升机算是一个比较复古的组合。白牛这个英雄搭直升机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白牛只要冲的是飞机这条路上，那么飞机可以很好的去接自己的大招，还有去贴身的一个扫射，这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套体系。也就是在飞机在当年被大家认为是最强 carry 的那个年代，这个英雄当年如果大家看比赛比较早的话，应该知道大概是在 TI3 TI4 那一段时间前后的正负的两年左右的时间，一两年的时间，飞机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 carry 位。这个英雄当时经常用来去在这个优势路，然后队友去保他一个无解肥。由于这个英雄拥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点是什么呢？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这个版本，大家就是最近的一两年都比较强调在进攻的时候对对方某一个点的一个秒杀的效果。那个时候大家在进攻的时候往往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把自己这个击杀完成，所以飞机 TP 下来以后大招的一个支援，以及他开启自己的这个火箭弹幕以后的一个扫射追杀是非常可怕的。 VG 这场比赛是什么意思？又拿了一个拉希克，这真是欺负对面的一个阵容输出不够啊。而且这场比赛的敏捷型英雄都比较诡异， PA 电棍、隐刺、亚龙、小骷髅、幽鬼和熊战。这场比赛从 Newbie 的阵容上来说的话，这场比赛可以考虑拿熊战这个英雄来打。除了熊战以外呢，讲道理的说，古攻也行，但是这场比赛 PA 不太好发挥。这种贴身打的英雄在中前期面对对方这个飞机拉希克之类的英雄的时候还是比较蛋疼。而且 VG 这场比赛这个拉希克我在想他是不是要拿中单的黑鸟，这边牛逼还真拿了 PA 了。他需要补输出，他非常非常缺输出现在。那么还差一个中单位，最后一手的这个一拿人中单位，这场比赛真是没有什么好中单，就一个黑鸟还算凑合，要么你就只能在那拿这个 PA 去打中单，要么就是亚龙。但是这些英雄其实在现在当前这个版本用来打中单效果都比较一般。这个模式由于英雄的有一个英雄的范围，就是一共就是30个英雄吧，我记得是9个的话呢就是27个英雄，一共是27个英雄，双方搬掉三个，各搬掉三个的话呢就还剩21个，然后两边呢再选10个，也就是说最后就只能剩下大概10来个英雄选不出来，所以这个英雄范围比较小的话猜 BP 比较好猜。牛逼这边果然是拿了一个在剩下所有的英雄里面最适合去打中单的亚龙出来，那么 VG 这场比赛好像是一个中单的拉希克，绝者的飞机。单纯的从阵容上来说的话，我个人更看好 VG 的阵容，这个 Newbie 的阵容缺输出缺的有点厉害，因为这场比赛能用来打输出的人真的也是被处理的差不多了。这场比赛你又没法拿幽鬼，就是 Newbie 这个阵容我刚才考虑了一下拿幽鬼的可能性，你拿幽鬼的话有可能会遭遇到对方拿熊战一上来就怼你，或者拿一个黑弦一上来就怼你这种情况。而且这场比赛在中单的这个位置上，如果说你拿一个幽鬼的话， VG 是有可能会去掏一个黑鸟出来，就是我不去拿这个欧瑞的拉希克去打中，我拿他去打一个酱油位，中单放一个黑鸟，三号位放一个狮王或者放一个白牛，这样去打，然后在中路你这个英雄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被我黑鸟一个关注以后呢，这个时候的这个拉希克上来接上一个 T， 撕裂大地这个技能给上以后，然后再过来的人不管是白牛还是这个狮王都可以形成非常轻松的一个击杀，毕竟现在亚龙没有以前那么硬了。那这场比赛 VG 在最后一手拿出一个黑弦呢，还是第一个是求稳，第二个是黑弦，这场比赛配合拉希克配合飞机包括配合狮王的这些技能都还是效果不错。
算是一个比较折中的，也是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拿黑鸟的话，多少有点拼，因为三号位这个点没有特别适合的英雄，所以相对来说，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这边好像是稍微有一点，我看到有一点点丢帧的一个情况啊，1%的丢帧，如果能保证不到1%的丢帧，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不要再继续增加了这个丢帧。1%还是在我接受范围以内。来看一下 VG 的，刚一开始他们选择是往自己的劣势路去搞事情，那么牛币现在是赏金 PA 拉比克三个人在往上路走，那么亚龙一个人是在往下路走。这场比赛是 Mogi 的一个亚龙换了一下，那么选择是给 SCC 去打一个中单的 PA。中单的 PA 用来去处理对方的这个中单的一个拉希克的话，讲道理的说还是打不过的，因为拉希克不怕你贴身，这是拉希克这个英雄的一个优势。而且这个英雄他作为一个远程的法系英雄，他拥有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抬手，就是拉希克这个英雄在所有的英雄里面他的抬手很快，移速非常不错。而且这个英雄有一个恶魔吃令，这个技能的存在就会让你的 PA 根本不敢跟这个拉希克去刚正面啊，即便你都是 P 到我身边，甚至你都是六级，你 P 到我，你这个不灵到我身边，你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能够打得过我。所以单纯的从中单来讲的话， PA 打这个英雄应该是占不到太大的优势。另外就是拉希克还有一个不是特别明显的一个优势，这个家伙的防很高，就是他作为一个远程法系英雄，他的护甲初始护甲有4点以上，就是出门的护甲有4点以上，这个护甲就已经是接近了很多这种咱们平时说体格比较好的英雄了，比如说像夜魔呀什么之类的英雄。像白牛的初始护甲是6点， PA 的初始护甲也不过就只有4点而已。这里白牛过来直接给一个撞，一个撕裂大地也中，两个人过来打一套，先把你这个 SCC 的状态给你耗空，先至少逼你一个大药出来。这一波这个大药必须要贴，他不可能不吃这个大药，因为不吃这个大药的话，你小明就不能走，对方白牛再撞过来一下，你 SCC 这波就有可能要死。所以这个大药他一会儿肯定要找机会去吃，或者是说让这个小明挂一段时间，挂一段时间让自己在中路再多吃两颗吃树，把这个血量回上来一点。但是小明现在不能走，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他现在要走了的话，这个 PA 是随时有可能要死的。那么现在双方的一个战线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是进行了一下的一个换路，飞机是一张 TP 来到了上路，让他去跟这个亚龙去对线。那么在野区这里呢，是卡师傅过来去拉野，白牛过来去骚扰你一下，顺便呢去蹭一蹭你的经验，这块也是美滋滋。现在补刀方面 PA 的补刀呢还是保持的不错，在面对对方中单拉希克的时候呢，他自己的正补现在也是7-1，还基本上算是一个没有受到太多的一个骚扰。那么老十一的黑弦呢，目前在这个下路发育的也还可以，上路让飞机去跟亚龙对单的话，这场比赛亚龙应该肯定是能打得过这个飞机。SCC 这个大药出来了，大药出来了的话，针眼方面卡师傅过来以后，结果发现对方这儿已经提前插好一个针眼了，那么白牛冲一下把你这个卡师傅这个位置给你逼走一点，撞一下打一点伤害出来，恶心恶心你，也不为了杀你，就是恶心恶心你。下路黑弦跟这个蝙蝠打的话，其实黑弦不是很好打蝙蝠，就是不要看这个黑弦有一个奔腾，但是奔腾加的是移速不是转身速度，它并不能够让这个叠的燃油的给自己造成的一个转身速度的一个降低能够取消，这个是取消不掉的。 TS 在中路目前的一个正补是正反补11-3，那 SCC 的这个 PA 还是比较稳。我再另外就是说一下关于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去传这个半决赛老飞扬的比赛，因为老飞扬那边这个比赛可能感觉可能是这个队员之间
这个情绪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他这个最后一场比赛十几分钟啊就 GG 了，而且他 GG 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征兆。所以国土吸一口，看一下白牛冲亚龙，这个亚龙应该是能逃得掉，应该是能逃得掉这个位置，可以再挨一口吸，然后贴大药，然后贴大药，这波应该是能逃掉，因为小明一直在旁边在等着对方的这个白牛冲。那么这样的话，亚龙出来以后呢，是在找机会反打，不过等级太低，二级的毒性攻击的话 ，CD 还是有点太长了。就这个老飞扬跟牛币的第三场比赛，确实是感觉有点这个情绪化，有点太严重了啊！这个位置，哎，拿到了一个一血 ，Mogi 这里拿到一血以后，白牛冲过来的时间感觉是稍微有一点点晚。这样，我的天，这一口。哦，这个应该是被吸了太多次了，卡师傅这个赏金，卡师傅被吸了太多次了。刚才的那个血条，如果光看血条的话，觉得一下是不可能死的，但是一口吸上去以后，实际的伤害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点高。那么下路 KP 的这个蝙蝠呢，目前也是基本上算是一个无解肥的状态。 Mogi 的亚龙在上路现在的这个发育慢慢的也在往上补，那么飞机跟这个亚龙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呢差不多。其实按道理说肯定是亚龙的一个优势，只不过就是忌惮于对方这个白牛。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牛币在上路打的还是比较谨慎，不过看来这个队友似乎是想要过来搞一搞事情，毕竟飞机这个英雄其实还是蛮好杀的，而且自己这个地方真假眼也是铺的比较多。看一下赏金，这个隐身过来以后呢，狮王过来了，狮王这个位置过来了以后，两个人有没有翻银，手里是有把粉的，这个狮王手里攥着一把粉，目前的技能是二级的腐朽和一级的噬魂，并没有选择去升墓碑。刚三的时候狮王的墓碑还是要看配合阵容，就如果你的对方不敢在这个你去不敢去拆这个墓碑的话，那么你这个墓碑会很凶。但如果说对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集火，一段时间内死不了，你的爆发不够，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一个墓碑这个技能就会变成一个拖累，反而会给对方送很多钱。导弹给上来以后呢，白牛从后排绕过来给上一个冲，窗撞上来，亚龙这个位置有机会能杀，还差一下，这个噬魂给自己奶一口，再一个平 A 直接 A 死，这里撒一个粉，转身开始怼卡卡，卡卡这个地方被打出一个被动，导弹也开始前进。那么这个时候白牛选择扛塔撞一下配合导弹，小明现在有一个弱化能流再给合击，但是分队的这个白牛被动打得停不下来啊，被动连续的出直接完成一波双杀这波白牛。那么 VG 在这一波的进攻上面是白牛的一波一换三，打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完美。中路欧瑞的这个老路呢，目前也是一个完美的发育，因为他现在 PA 不敢跟他打，PA 如果冲到这个老路身边的话，一个是要扛着恶魔吃令的伤害，还要扛着对方这个脉冲心境的伤害，还要随时去躲避对方的一个撕裂大地。而对方这个老路现在的护甲跟自己是一样的，血量比自己还要多一些，等级上面也是压制了自己两级，所以这个 Ori 这个老路现在并不好杀。三个人过来一起，你看那个，你看那个输出，你看那个输出，你看那个输出，这里再开一个 C， 一个恶魔吃令开起来。这里白牛再撞一下，小明这个位置也要死，三打一被欧瑞的这个一个拉希克反杀了两个人，而且没有人帮忙。这不是说我的队友过来支援了，而是单纯的就是靠着拉希克自己的这身技能。你在前期想要去跟拉希克这种英雄近身去对拼的话，能跟他拼的英雄除了飞机应该是没有第二个人，就只有飞机这种带着火箭弹幕这种英雄可以去跟老陆的这个魔吃令去拼一下，其他人真是不行。这里白牛冲上来以后，老陆找机会接上一个 T， 对方直接两张 TP 亮起来，赶紧走。这两张 TP 亮起来的话，这个人必须得赶紧走，如果没有两张 TP 的话，这波肯定是能杀，但是他骗你这两张 TP 的成本很低。白牛一个冲100点蓝，然后老陆的一个撕裂大地160点蓝，完事了，就两个技能就可以骗出来你两张 TP， 你不开就得死，非常非常简单，必须得开。 KP 在下路抢到神符，拉住黑贤，黑贤这波感觉是有点太拖大了，但是这个蝙蝠的火没了，
这又被 VG， 我的天哪！这场比赛已经是第二次出现这种二打一、三打一的情况，结果被对方直接反杀了一群人的一个情况了。刚才中路那波也就是自己的这个赏金跑得快，赏金不早点倒，赏金也要死。这样的话，老陆的经济来到了四千，接近四千一。然后呢，老十一的这个经济现在是来到三千六。其实我觉得现在国内队伍挺有意思的，就是牛币这支队伍在打其他的队伍的时候，他们往往在前期的时候都是能够打出线优，然后唯独打 VG 的时候，怎么打怎么崩，真的是怎么打怎么崩。然后 VG 这支战队在打这个牛币的时候，就是前期打得特别特别凶残。然后就是老是他们老是前期给自己堆了特别大的优势，然后呢在中期开始一点点往回让人家往回跑，如果被对方都跑回去了，自己还没把对方的基地给拆了，那就输了。这支 VG 这支队伍确实感觉又是有点后劲不足的感觉。看看卡师傅这个地方是被白牛一直在冲，老十一也是一直在跟，有没有粉儿？有没有粉儿？这没有粉儿啊！哎，有粉儿。老十一这个地方临时运了一个粉儿。你注意看鸟这个位置，这个鸟是刚刚的往回飞，往回飞的。刚才身上没有，是这个鸟临时运了一个过来。这个地方飞机还剩一丝血，并没有死。下路老陆过来啦，这里一个 T 开一个 C 开一个 V， 先把你拉比克弄死。然后一个撕裂大地定住蝙蝠，白牛冲过来，这里再给上一个拉飞机交大完美团。这波打完了以后，卡师傅被一个导弹直接甩脸，蝙蝠拉住拉希克，拉希克的大招还在一直烫，躲一下这个火。老十一过来能不能躲一下？没躲开，而且这个撕裂大地给空了。SCC 这个时候被对方的狮王吸了一口，也要稍微注意一点自己的一个血量。看看一个导弹怼到 KP 的脸上，再往前追 ，KP 这波能不能扛下来？开了一个圣坛。圣坛救命了！老十一这波被怼死以后呢，蝙蝠开始去追这个狮王，狮王这波肯定也凉了，开始往回跑了，开始往回跑了。KP 这波的蝙蝠直接完成三杀，估计跳刀出来了。这波打完，快了。绿鞋现在是绿鞋、风铃之纹加魂戒1900的存款，跳刀快做出来了。这就是开始前期把自己前期堆的这个金山银山开始慢慢的往外散。中期就是一散财童子，成了 能在自己被对方给反扑打崩之前能把对方推平，对吧，那就赢了。 VG 这支战队现在确实这个后劲不足，真是有点严重。这 PA， 哎呦， PA 这块直接被怼死。然后咱们就是说了半天这支队伍的一个特点，然后你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支 VG， 在国内打什么队伍，他前期几乎都能打出来的一支 VG， 然后去跟 Liquid 打的时候，他们都在拖后期，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拒绝者的队伍都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以前的 IGB 也是，前期就是国内打的时候，前期都打得特别凶，然后一出国就开始怂，就是打国外队伍，就是打 Liquid 的这种队伍。如果你打 Liquid 的那支战队的时候，前期能打得这么凶的话，你不会出现说是在这个，不会出现说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哎，这即使的这是什么鬼啊？无敌就两秒钟，不能这样啊！这个鸡这波送的太僵了。这里黑仙还是要追，手里边现在是有一个三级的拉，三级的奔腾，这里拉回来对方这个赏金，一个导弹怼到脸上，但是没有，还好这个是被李子敦烫死了，最后没有反隐，但是李子敦还在。蝙蝠跳刀第一波，拉过来以后，亚龙给上一套技能，开始给毒飞机，临死之前放了一个大招砸一下对方，不过并没有什么卵用。双方的经济差现在已经是被拉回到了2000多一点了。这就挖了坑，这就开始往回填了。这牛逼又开始填坑了，开启了自己的填坑之旅。那么下路国师无双的这个狮王这个英雄，白牛这个地方是冲了一下蝙蝠，但是这个取消了，蝙蝠跳过来开始给叠油，但是现在自己身上先打墓碑，这个墓碑不是很硬，先打墓碑，不打墓碑吗？这不是不打墓碑吗？哎，这不打墓碑，
布达姆被生化危机了 ，PA 赶过来，再把这个拒绝者切死。这个时候看看这个墓碑怎么说，这个时候再回头过来切这个墓碑，又150块到手。嗯，这个坑已经填差不多了。这场比赛按照这个节奏打下去的话，这个 VG 就会越来越难打，因为 TS 这个英雄，在对方的这个装备逐渐的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个作战能力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提升，这个其实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一个点。现在这个 VG 前期的优势已经没了，已经没有了。看看这个白牛冲的是 KP 的蝙蝠，蝙蝠这一个跳刀走的还是比较远。那么 VG 这一波进攻并没有找到人，卡卡的赏金，哎，这个地方是有对方的一颗真假眼。这场比赛 VG 这个真假眼的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个人感觉。飞机的这个经济现在确实是有点差，这场比赛也是被针对的比较惨。PA 的经济现在来到了5900，蝙蝠是6000，亚龙其实这场比赛一样很崩，两边都有一个比较崩的大哥，一边是亚龙，一边是飞机。相比之下，飞机补经济的能力要比这个亚龙强一些，但是亚龙对于装备的依赖要求比这个飞机还要低一些，他本身的技能优势还是在的。不过话说回来，这场比赛其实亚龙的二技能，就是幽冥剧毒的这个技能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对方这场比赛没什么被动，没有特别多值得去杀的被动。其实现在亚龙是杀谁特别好用、啊、杀潮汐特别好使，这潮汐这种英雄你队友给上一个就是稍微时间长一点的控制，你带着亚龙这个英雄你是可以强秒潮汐的。他的这个大招，他的这个幽冥剧毒这个技能甩到对方这个潮汐脸上，潮汐的这个被动就会被破坏掉，破坏掉以后你自己的队友只要沉默和控制能跟得上的话，这个潮汐可以强秒。而潮汐这个英雄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很难被强杀，尤其是在开团的时候你很难直接把一个潮汐秒杀掉，但是现在有了亚龙你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不过这场比赛没什么用，因为对方这个这场比赛没什么值得被禁的被动、啊、也就白牛这个被动禁一下，但是没用啊，禁他的被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蝙蝠在这个树林里面，对方这是一个狮王在这儿，但是 VG 的这帮人由于走的比较磨叽，这个应该是会暴露自己的一个站位，而且这只鸡的一个站位也是会暴露自己在这个地方人不会只有那么一两个。中路这有一个现眼是看到了拒绝者，那下路可以打了，中路拒绝者露头了，蝙蝠跳拉回来，这地方被对方拉一下，先把墓碑打掉还是怎么着 ？KP 这个位置走一下，但是感觉还是走不掉，对方的这个小僵尸处理一下，飞机过来给上一个导弹，蝙蝠跳刀走一波，白牛已经去了，这个时候看一下这个 KP 主动过来往这个导弹上撞一下。这个飞机在中路的露头太僵了呀，中路这个露头这个眼看见飞机以后上路直接就动手了，林老师一被给上一发标记美滋滋。卡卡的这个标记的效果现在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了，老师一这里给上一个这里直接弹一下再给补上一发标记。那么黑贤这场比赛由于做的是一个笛子，他没有做梅肯，所以正面战场一波的时候对方冲上来的第一波输出他没有能够去奶回来的一个能力。对方这个阵容的魔法伤害很高，包括亚龙和蝙蝠，甚至包括这个赏金，主要的伤害都是来自于这个魔法伤害。但其实前期梅肯这个道具真的很管用，就你真的不要去想着说我做一个笛子我就可以不做梅肯。笛子这个东西所能够抵挡的伤害是400点魔法伤害的护盾，但是这个400点魔法伤害的护盾，是不计算魔抗的。它是不计算魔抗的，如果你算上魔抗的话，也就它只能够抵挡300点。看一下这里，这一个 T 白牛撞过来以后砸下来，但是这波赏金还是直接被带走了。可是这三个人有点孤军深入，飞机现在对方并没有飞机的视野，看不到这个飞机。不知道对方的飞机在这个野区里边打野，而且下路这儿还有一个黑弦，刚才也没有看到。如果刚才看到这两个人的话，中路这波肯定是要围过来，直接把你这三个人给屠了的，不会放你这三个人这么肆无忌惮的去打钱。
嘟奶主播今晚又要你把我说困睡觉了。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啊。咱们这个直播间，你要说解说的特别职业、特别专业，这个可能有点难度啊。给你说的让你睡觉，这个我还是做得到的，好吧？这个点我还是可以做到的。看看蝙蝠开视野，第一时间看到对方的白牛，但是他并没有要拉白牛的意思，他肯定是要去找这个 TS，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跳刀放不出来，白牛是直接被 SCC 暴击秒掉。这个时候 SCC 冲上来了，哎，这 SCC 冲的，哎 ，SCC 这波真的有点冒进了。蝙蝠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用跳刀的一个机会，这里拉住对方 TS， 控在塔下，但是自己的火没了。这波团战，这个牛逼处理的实在是太草率了。这个时候亚龙在疯狂地输出对方的狮王，这狮王还没有死，这里炸一下，一个弹炸死，看看另外一侧，这个地方跑到对方针眼的范围以内，还想再给标记，已经来不及了。这波团战 SCC 这个处理的太冲动了，真心是太冲动了，他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去自己一个人冲上去，而且这个 KP 啊，怎么说 KP 他这一波其实他的选择没有太大的问题。刚才大家如果有注意到这个区域的话，他是一直在往前走，他大概走到这个位置，然后想要去抓这个地方的一个 TS， 但是由于视野的问题，对方能看到他 ，TS 是给了他一个技能，而且他在过来的过程当中撞到了白牛身上的离子盾，他撞到白牛的离子盾以后，导致他在走过去的路上这段时间用不出来自己的一个跳刀。再加上 SCC 这波在没有 BKB 的情况下过于的冒进的一波，而且他击杀的目标是对方这个非常硬的狮王，也是导致自己这一波非常的僵硬啊。狮王这波跑的是真快，跑的是真快，这个东西。偶尔这里一个铁打中，赏金这波肯定是凉了。对方这个地方真假眼全都有，对于这个赏金的一个防范做的还是相当的到位啊。那么 SCC 的 PA 现在就等他的 BKB 了。这场比赛从现在地图上的防御塔的数量、双方的经济差以及这个阵容上来看的话，牛币目前的局面还不是特别乐观。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Mogi 的亚龙经济已经追上来了。刚才他的经济在大概是在第五到第六的位置，那么现在他已经是追到了第四，而且跟这个第三名的 PA 两个人的经济现在差不太多。目前 VG 这个阵容强势的点是在 TS 这个点身上， TS 下一段装备准备做的是一个永恒之盘。对，永恒之盘这个道具其实现在是比我个人感觉比林肯更适合去防对方蝙蝠的一个道具，因为永恒之盘你要想破掉它的话，你需要给伤害，你必须要一个技能上来把这个永恒之盘的效果打出来，而不像林肯那样你可以拿一个推推之类的道具去破掉它，这个东西是破不掉的。阿西克这里手里已经攥着了一个风杖，19格的血晶石加上一个风杖，一会儿永恒之盘做出来的话，这个 TS 有点要挡不住的架势了，只能就是看 PA 这个 BKB 什么时候能出来。 PA 这场比赛 BKB 以后可以，其实他是可以考虑直接去出一个否决挂式的，就是开着 BKB 冲上去，一个 blink 到这个对方这个拉希克身上，然后直接一个否决挂式甩脸，他基本上就可以完美的单杀对方。ICC 这个地方被对方的白牛冲了，被白牛冲了，但是这个时候取消，两张 TP 亮起来，卡师傅连续控到了两个赏金神符。那么卡师傅还是在下路继续去逛街，去做眼去了，继续做一做进攻眼，趁着这段时间。因为现在场面上劣势没有那么巨大，这个 PA 的 BKB 还是在慢慢的出，现在还差一个密银锤的钱，拿到一个，把它控到一发加速。VG 现在不敢轻易开团，他们这个轻易开团现在一旦输了的话就雪崩了，你中着一大堆的这个标记死一波团战的话，很有可能就一波团战让对方直接打出来个什么8000一万的这种经济差就拉出来了，这里直接破雾，哎呦这个破不破的，哎这个卡卡为什么不走呢，这个地方破雾了以后，还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破到了对方的这个雾，可能是因为晚上视野比较小。这里亚龙推推已经用过了，这里偷过来了一个，就哎偷过来一个奔腾
给队友一发奔腾，举一下砸下来，但是还是被对方击杀了。小明这个位置，这发奔腾偷得很亮，偷完了以后是成功的救下来了亚龙。那么这样，赏金和拉比克两个人都被对方带走，但是呢 ，KB 在下路带了一波线，而且中路的兵线来的比较晚。这样的话，等到这个 VG 所有的人到达中路二塔以后，他们现在等于是身上还是马上要开始被对方挂这个标记。塔防开一波，把兵线清一清，上不来。VG 的这波进攻等于只杀了对方的两个酱油。并没有能够成功的对对方造成更多的一个威胁。 KP 这个位置有没有队友过来呀？飞机这个位置是反补掉了自己的一个防御塔。 KP 这个位置哦，要被看到了，蝙蝠过来跳拉，要把对方拉到这个高地上面。好，走人走人，开溜。这样啊，这个飞机要有一段时间难受一下了。不过蝙蝠这波感觉是凉了呀，应该是凉了。看看自己的队友能不能过来把这个飞机弄死。这里给上一个标记，一个标，一个弱化能流。飞机被弄死以后呢，蝙蝠，哎，这蝙蝠居然是能 TP 回家。这白牛关键时刻不出被动了。这是撒上一个粉，给自己踏上一个奔腾。白牛这个时候再过来撞一下，那么这里，哎呦，卡卡这个回身的一个标给的有点凶，再给上一个标记。这时候开隐身开始跑，自己身上的粉还有一半的时间，这个隐身开的有点略早，这一个撕裂大地没有中，这个粉到时间了，快要，这个粉要到时间了，这个最后还是给了一口腐朽直接带走。但是在另外一侧上路 PA 利用这段时间是开始疯狂的继续去刷钱，而且把自己的 BKB 刷出来了。下一波团战这个 BKB 加暗灭的一个 PA 有点不好处理，对于 VG 来说，下一波的这个 PA 近乎是一个无敌的存在。他不管是去直接去切对方的这个飞机，还是直接去切这个拉希克，都是一个很难去处理的点。他其实最好还是先去切对方的这个飞机。切拉希克的话，有可能会被拉希克的这个风障给秀一波，或者他等一下对方的拉希克用风障去打先手，然后他再过去切也是没问题。这个时候白牛又冲了，白牛又冲了，我这个白牛冲死我也是找不到什么很好的机会。这个时候这个 BK 暗灭出来了以后，暗灭出来，BKB 出来以后，这个 PA 现在下一件装备准备去做的是一个晕锤。亚龙的 BKB 也出来了，亚龙现在的输出不是很高，但是 BKB 出来了以后，他在正面战场也是足够恶心。赏金现在还是在继续去出自己的一个辅助装，那么继续下一件装备准备做的是笛子，这里扫描扫到对方再打肉山盾。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过去这波开悟呢，过去以后有可能可以找到机会，正好把对方堵在这个肉山里面打一波。但是呢，看看会不会打，还是选择要打。这波先给欧瑞上了一个技能，但是欧瑞现在是有复活盾。哎，这波好像完了，这波团战双这个队友的一个交流出问题了。SCC 的这个 BKB 感觉也是要浪费，再 blink 一下队友，再 blink 一下队友，回到高地上面。这里看一下飞机，又是给了另外一个导弹，第二个导弹下来撞到的 PA。 那么现在赏金这波死了以后，对方现在身上是两个人有这个标记，PA 没有 BKB， 亚龙的 BKB 刚才并没有开，那么这波这个高地，这波这个二塔应该是守不了，而且塔防也没有。对方的白牛是在侧面，白牛现在没有大招，但是拉希克现在有点强，拉希克有点挡不住。拉希克这边兵甲了，经济方面是13800，黑钱有12000。刚才这个位置就是在打的时候啊，明显 Newbie 这边人有一个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是他们没有想好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在双方第一波接触的时候，如果你要打的话，你就果断一点，把 BKB 开了，然后直接冲上去打。但是当时呢，自己的酱油上不去，尤其是拉比克这个英雄，拉比克他是完全冲不到前面去。这里给上一个标记，往回溜，接着，就他冲不上去，冲不上去的话呢，就只能就是在后面等着。可是，在后面等着的话，对方这个阵容是要往过冲过来打的，那么自己这个站位就会比较僵硬。SCZ 这个时候继续去给自己的 PA 去提升装备，现在经济方面对方的飞机已经是超到了全场第三，这个自己的队友表现出色，自己的这个刷金空间也是非常的不错，而且他现在已经是准备要去出蝴蝶了。PA 的装备准备去出的是一个晕锤，估计这个小晕锤出完了以后要考虑去补一下这个 MKB 这个道具。狮王身上现在是一个大勋章，那么 TS 身上是冰甲加上风杖，老十一现在装备也是非常的好，这笛子加赤红甲，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羊刀。整体的经济差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并不是特别的大，4000块钱30分钟的一个经济差完全可以接受，因为之前就已经好几次都来到这个范畴了范围了，4000多的经验差好几次了已经。那么这个时候 VG 继续靠着这个肉山盾呢去上高，去推塔准备上高，距离肉山盾消失还有2分钟的时间，足够这个 VG 利用肉山盾去搞一些事情的。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Radiant's top tower has fallen. 上路二塔拆掉以后，现在双方的经济差来到6000多。PA 的晕锤做出来，并没有买活。要看一下团战的时候，他们这个来不及去处理狮王的一个墓碑，也是他们这个阵容的一个缺点。处理狮王墓碑最好的选择是幻象系英雄，比如说这个小娜迦或者是猴子。TB 也凑合，但是 TB 的幻象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去对对方的这个有这个有生力量啊，有生力量去进行一个输出，所以打墓碑的优先级太低了。下路这个赏金，白牛是给了一个冲锋，卡师傅这也直接是一张 TP 回家。下路 KB 开始去带线，现在这个牛 B 采取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利用自己的这个带线，不断的利用自己的这个带线来尽可能多的去骚扰对方。一个是拖时间，一个是拖对方的肉山盾，另外一个呢就是利用带线去稍微更新装备，然后正面去寻找一些机会。TS 这一波是跑到了下路，但是身上有飞鞋，他是走回去的，走回去带线，然后这里啊，这个拉比克来得及举吗？好像没来得及举。这个 PA 开启 BKB， 但是拉比克这儿又凉了呀，这个9秒的 BKB 也是白开了。回头给上一个技能，赏金也是直接被带走，这样的话国术双又是完成了一波双杀，但是这波高地应该是不会上，因为肉山盾没了。肉山盾没了，你也不知道对方死的这两个酱油有没有买活。如果硬上的话，对方酱油有买活，买活出来的话，有可能这波就……哎，这还真敢上，你别说，还真敢上。上的话应该也就是……哎，你这还真是要强势要硬怼啊！这个飞机靠着自己的这个蝴蝶，还真是要硬打了。这里一个撕裂大地打中亚龙，亚龙的 BKB 还没有开，中路的高地塔还真是要没了。哎呦 ，VG 这个高地上的这么果断，这个少见啊！这个确实是少见，这个 VG 上高地上的这么果断的。蝙蝠这波并没有出去跳拉拉人啊，主要也是因为自己身上并没有推推，他要是出去跳拉的话，有可能是会被对方这个白牛过来冲一下。那么这样的话，中路高地被对方直接高破，经济方面是落后了10000。PA 的装备方面呢，在 BKB 晕锤以后，下一个装备果然是开始去做自己的一个 MKB， 但是
感觉有点晚，而且他现在的刷新空间有点小，对方这个进攻视野铺得很深，基本上你能出来打钱的地方我都有视野。 PA 这场比赛选择是加了 20% 的分裂来用来打钱用，而没有选择去加这个减甲。 20% 的分裂对于打钱帮助还是比较大，只不过就是没有这个护甲削弱的话， PA 这个输出上面还是略显不够。又是一波兵线直接清掉，那么 PA 赶紧是一张 TP 回家。装备方面差距还是略大，而且凝结无臂现在在视野的控制方面被对方压制的比较惨，好在这一波的开悟对方并没有看到。这波的开悟过来以后破雾了，赏金这个要破雾了，哎，这个赏金 BKB 开起来以后，看看 PA 敢不敢上来打。BKB 强打，怼的是谁？为什么在怼一个狮王？这个团战撕裂大地给空了，飞机这个位置能不能切死？这个全是 miss 啊，各种 miss 啊。这波 PA 先被怼死以后有买活 ，Mogi 也被击杀，国师无双完成一波双杀。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应该是凉了，应该是凉了。但是我不得不说的就是这里给大家回放一下吧。那么这里卡什维尔打出了 GG， 知道这场比赛翻盘无望，给大家去看一下他们这个第一个攻击目标，大家注意看这个血条吧，大家注意看血条，别的东西不用看，注意看血条，注意看这个第一波的所有的输出，包括这个，就大家看在这个时候所有人的血条，唯一一个掉血的是狮王。SCC 上来的第一波输出也是在怼着对方的狮王在打，这个你就有点不太好理解了，因为狮王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很硬的一个存在，团战的时候他的腐朽可以给自己吸力量，可以给自己加血，同时他的墓碑已经插完了，他的墓碑已经插出去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就没法打了，等于就没法打了。所以这场比赛打完了以后，确实在最后的这个团战上面感觉在攻击目标选择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是比较蛋疼。好吧，那么这场比赛先给大家录到这里。整场比赛应该说还是 VG 发挥的相当出色吧，尤其是他们的二三号位居野者，这场比赛的发挥呢中规中矩，作为一个一号位飞机来说呢，自己该做的做了，那么也没有犯特别明显的这个致命的错误，应该说还可以。那么但是自己的二三号位确实表现得很出色。好了，我们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带来双方 BO5 的第三场比赛，我十分害怕他 BO5 打满啊。好了，那么一会儿见，感谢各位。